的典礼上，众人将悲伤的情绪转为祝福。这个月十八号，慈济志工王天丁安详离开人世，告别式上一共150位亲友来送别。我充分的感受到，咱台东地区啊，上智上人金色师父，咱华人精神的师兄师姐，也那一份关怀。王天丁身为台东第一颗慈济种子，不止在1973年那拉风灾奠定慈济赈灾的基础，凡事更是亲力亲为，到老依旧亲自去收功德款。这世人心目中，伊最敬爱的人就是咱上人，所以伊对咱上人所讲的话，啊，上人讲爱做的工课，伊从来不会懈怠。阿弥陀佛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走得好好走啦，好好走，自在。一家人都是慈济人，善的力量也影响周边的人，纷纷走进慈济，带着金师金社师父的祝福，期待王天丁能成愿再来。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杨树山、林素月台东报道。